陈文杰、宋承瑞、岳振华，然后林书义，然后还有这个周思齐。喂，这个球没有接到，然后给后面的二垒手。切高了，没打好，看看左垒手掌握到了，准。球员真的都是不希望受伤，这球一样切起来，在外野的一个防区，宋承瑞跟陈文杰都过来，最后交给宋承瑞，把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了。